好球，看美国第二次三分，二十分钟。行，王明把篮板球干扰了，跳步抛投，好球！不能跟着对方走太快，火箭队还是应该把球稳下来的，先交给姚明。对，由姚明内线去打一下，然后好球，这就准备起来了，喘口气儿，别着急。对，就是四分钟再往前，对方的是能打进去，反掉。对，这个球掉的有点太直了，他就单打，好球了。这就对方一直上嘴球，但是有种队员是，就是他不冲，他稳，你反而觉得更可怕。好球，这个没办法。姚明平均比对方的内线，他的这个进步在这几年是非常明显。姚明在内线强推，这叫统治力。什么叫内线的推？这个球的火箭队今天再稳下来，对，得了，反掉，有来一个，对。对对对，欺负人的打法，对，你非常厉害，特别是现在是三分球出手不多，现在是拿下，好球！把姚明的力量，就是说他现在一般人拉他拽他一下，他根本不在乎。佛罗里达州立大学，开始面对着自己的老家的球队，对，北方拿到15分，姚明拿下11分。第三得高分的呢是加基了，斯库拉，对，你加基又有了，那就6个篮板球，11分。姚明拉开，这次没加基，没加基转身自己来。其实这就很顺，这没法打了，你加基也没法打。因为对国家队是打的蛮好，因为麦迪目前这个伤势，大家真的不知道他季后赛会不会恢复到状态。姚明要再打的话，应该是7个篮板。李德的脚非常快，出分，得说三分，第四次出手还是没有，有没有篮板球？好球，没吹犯规，这个是让对方已经摁在姚明的头，控球后卫一定要把球掌握。那个姚明，这两次传的非常顺，对方不加击，姚明可以单打，对，对，这是没办法。你看这球，哎，这球就配到一块了。球过来，然后姚明横要，这球就合适了。刚才两次姚明呢是姚明十投十中，让我一76的人去终极跳投，然后对方就特别开心，啊、有如神助，上威威安。好球，这球姚明第一次接到球，哎，好球，11投11中，太棒了！今天就是上海五步也打了，梦运球也就把对方给就耗掉24秒。这个进攻距离有点远，我们看一下。韦佛怎么打？给姚明半截篮，好球！姚明12中12，11秒不打了。就大家可能有意的不给姚明传球了，就是别球都别给丢了。但是最后一个球不得不给他，姚明还是给搁进去了。12中12，姚明创造了历史啊！10个篮板，12投12中。